你这聊啊，中国的股票流动性最好的，因为人多啊。哦，它这个整个是中国的股市流动性最好啊，人多啊。那肯定的，中国的股市一亿多股民，现在不知多少了，有可能有。那按理说，你如果在中国的话，你不是赚老了吗？你还跑到这里干嘛？像你炒股票，你也没搞内幕，这还不会抓你，对吧？至于如何判定，中国股市它也有它的问题呀、啊。它，你反正知道它问题在哪里就行了啦。关键是中国股市不可能长期在那做。现在习近平，我说你把习近平同志弄的这一套没那意思的，嗯。那我那个朋友他们在那里天天在做了。这三个市场很不一样。加拿大的市场太缺乏流动性。我刚刚讲了没法做。我呢大概几十年我很想做加拿大的。我就是1%的加拿大市场都没做过。根本就没做。所以我们要做了，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不是指数，纳斯达克股票活跃一点，对吧？大家都在做纳斯达克股票。它真正美国市场的股票，真正有流动性的也不多，你知道吧？因为它大家都在做，为什么？因为没有流动性，你就进出不方便嘛，他们那些机构，对吧？你反正每次就是找那个有流动性的股票就做就行了。对啊，关键是做股票最艰难在哪里啊？最艰难的就是说这些破产的股，绝大部分股票将来会破产的。对，所以做指数就比较好，不会破产的。指数你很难做超额利润的。嗯。再说在这个市，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都是在说句不客气讲吧，当你买进去的时候，那帮家伙就想着如何杀死你，就这么简单。那是这个不是像这个投资吧，就像打仗一样的，这不是战场。那当然打仗，而且他不仅仅是杀死你，连上市公司也一起杀死。这帮家伙太狠了，因为钱就是工具嘛，钱就是对呀、啊，他就是抢钱嘛，对吧？把、这个、他就是看到你的钱把你吸引进来，然后就把你杀了嘛。对啊，现在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搞进去就没了。对啊，他现在就是市场，就是把所有的人钱都吸进来，然后再来一个风暴就没了嘛。哎呀，谈这些东西就太多了，像这些像华尔街的这些，像高盛啊、我告诉你黑石啊，像这些。你那个一个呢，就是说呢，你要是买到所谓的长线，那他也不好杀你，你不动，对吧？长线他也杀你，长线。对呀、啊，合起伙来，河南上市公司那些老总合起伙来杀你。对的，那你那是上市公司，你就现在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们大家都投 index 呢？就是说 ETF 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可以不会说波动太大，不会死掉嘛，对吧？它至少不死嘛。所以股市当中生存是，你知道每一个行业它都有它的丛林法则。对。你别说吧，这个黑社会有黑社会的丛林法则。如果你越界了，你去这个把你自己的这个原先你就是吃你的，你比如说黄豆毒，对吧？黄豆毒，这都是你的这个饮食。然后呢，你又去跨界去吃那个饭店的，然后所有的人都给你交保护费，又去跨界去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金融。然后把这个生态圈弄得人也没饭吃了，对，这个时候你就跨界了，跨界了以后他就想把你，你看那纽约那个，
现在马云他们搞了个这个阿里巴巴，然后再到这个蚂蚁金服，然后再到媒体各个方面，他现在已经是跨界了吧？跨界太多了，所以你有些人就想收拾他。你看原先的纽约那五大黑帮，就是因为他跨界啊。对，跨界以后，是这个朱利亚尼最后那个市长，这个才把这五大黑帮全灭了。这个你跨界了，你影响了人家背后的那些势力的钱，对，然后他就你就不行了。这个股市也一样，也是个打仗的地方。对，打仗你是可以打，对吧？你小打小闹的，你这个生态啊，他也不太管你，他挣点钱呢，说慢慢起来。但是你真正长大了以后，面临的问题就很严重了。对，因为你要想长大，那最后你就影响到一部分金融界的大佬们的，甚至金融界大佬背后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嘛。对对对。到那个时候，他就想灭你了，对吧？他就想，灭你就是用钱灭你，正规的方法还是用钱来灭你。对，就把你的钱抢光。所以这个东西，哎呀。金融市场是一个，其实金融市场是一个最，叫什么？风险最大的，或者是说最残酷的地方，对吧？最残酷也是最能够很快成功的地方。对，成败都是在叫什么观念或者一念之差，甚至几天，而且说句实在话，这个地方，你要是操纵的话呢，那么几天就起来了，有的股票一天能涨十几倍呢，对吧？对。所以这个，而且中国这些招大家都玩烂了，这个什么定向增发啊，什么兼并重组，什么这些招。然后放个消息出来，这股价就涨个一两三倍，然后把股价涨两三倍，后来这消息又不行了，说这个公司消息这个不行，掉下来，公司原先没看好了，这个股价又跌下来，跌下来，但是钱挣到手了，你知道吗？坑一批人，所以这个哎呀，这叫大浪淘沙嘛，对吧？大浪淘沙，对，也大浪淘沙是在这个市场当中，因为你做企业也是竞争嘛，也是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嘛。你现在没讲，你就现在就是搞半天，他们就是股市股票在涨，你看到没有？很多生意在地下的生意，对吧？他现在很多公司都是靠股票赚钱，股价赚钱，你看到没有？所以你就是再磨，你不能和这个大趋势对抗。那是和大趋势对抗，那你就惨了，对吧？那是这个东西，本来你就，这股市上就有70%-80%、90%的企业将来会倒闭的，你得和这个大趋势得进行对抗，你生存的可能性很小，是吧？那是一般的人都不敢跟大势就是对抗的，哪有敢？你对不赢啊，你知道吗？你这个市场你没办法去对抗的，你只能跟他走，对吧？你只是说有些做法不一样的而已。你讲比方说，对吧？现在呢有一种呢叫你是就是 buy on dip， 就是市场一掉你就买进去，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市场一涨你就卖，对吧？这是两种不同的，但是呢这个频率问题，现在呢就是掉下去就涨，这个概率大，对吧？涨上去就掉了比较小一点，就是说一般都是这样的。一般你要说如果买的不动跟市场反了，那什么渣子都没有了。你看那个我们讲的那个 SQQQ 那个 Nasdaq 反指数，那已经掉了10%，从我看到的就是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已经99%掉了。你看到他做那东西、那十股啊，在这个股市当中啊，股市当中以做多为主，
你如果想做空很惨，对，因为想把你杀死那些有钱的人，你要做空，那你真的是就太惨了，是吧？不，很多人呢做空呢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很多人做空吧，他做了以后他就出不来，你知道吧？像我这出去一进去一圈我就出来了，我肯定不会做这两天嘛，对吧？一般都是一天。他们很多人跟他一做空以后，哦，价钱套住了。我认识几个人呢，他从几年前做空，现在已经是掉了99%了，对吧？那叫做空了啊啊！早就出局了。对，他就没有，就是有个根了。他说我这个股票，我一千股怎么不是开始是1000股，后来又变成100股了，后来又变成现在还有几十股了啊？没了就是。对。哎，所以做股市。做股市呢，还是得做投资。做不做投资的话呢，投资实际上是也，他你也不能保证你在股市上生存。对，因为这些豺狼虎豹太多了。对，他就要把这只股票打到底，打到零，你知道？那你像这特斯拉这种能活下来，是因为特斯拉里面那些大佬们。支持特斯拉，对吧？对对对。特斯拉到现在为止也没挣多少钱。你肯定要有后台了，对吧？你像那个像亚马逊也是一样的，他开始是天天亏，天天亏。你要如果按照一般的人，你天天亏，谁给你钱啊？对吧？这个像这个生态啊，就非常有意思了。实际上来讲，背后的那些这个丛林当中那些鳄鱼。对，你平常是见不着的。对，而且这些鳄鱼饿到什么程度啊？但是你对呀、啊，我跟你这么说，他们说有13个人，控制全世界，这是上千年来形成的势力。这13个人，全世界为什么伊朗是恐怖主义组织啊？因为伊朗那个中央银行不是他们控制的啊，伊朗那个中央银行不是这13个人控制的哦，美联储、欧洲银行都是这帮家伙控制的，就这13个人哦，他们厉害到什么程度？你如果说中东为什么灭萨达姆、灭这个卡扎菲啊？原因很简单，你要是敢动他的美元，对，他就把你灭了，他就为什么不去灭沙特阿拉伯的国王呢？对吧？因为你要是动中国现在如果说敢动他的奶酪，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知道，非常麻烦，这帮家伙控制的东西太多了。可以这么说，你知道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想当年在这个拿破仑时期，说只有我儿子不给他们贷款，他们战争打不起来的，就整个欧洲的金融全是他家控制的，对吧？那么他已经到现在为止接近几百年上千年了。控制这些东西，美联储后面也是他们那些人在控制。美联储是个私人的，对，美联储是，对吧？所以也是他们这些人在控制。想当年的肯尼迪不是想动这块奶酪吗？把这个美联储想收，实际上林肯就想收到国家的这个布袋里去，但是都被刺杀了嘛，对吧？对，所以这股实力啊，实在是太强了。金融界肯定被他们控制着。对，金融界你能动得动吗？那是吧？对，他是印钞票的，钞票是什么？就是废纸，用废纸把全世界的钱都弄到他手里去了。对呀、啊，你说这个100美元，咱就举个例子吧。那个三四十年代的一百美元能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吧？那时候几分钱，一百美元，我估计现在相当现在的10000块钱都多。这个钱就是纸。对。他们通过印纸来控制全世界。
是美联储每年光付给他的利息就上千亿，嗯，因为他印这些钞票出来，而且你看现在美国政府现在欠24万亿的债务，对，24万亿的债务，其中有很大一块是他的，他说句不客气，全世界的这些东西，他就是。我看那个报道，就是他们那些模，欧洲央行也是他们控制的，也是私人的，也是他们这个组织的。对，很是唐先生，他就是控制的源头，控制了金融，对、啊，控制了货币发行权，你谁当总统都无所谓，你都得听我的，你明白意思吧？你就是个傀儡。谁当总统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对对对对。然后就像原先那70世纪一样，你没有我的钱，你就别想当总统，你就别想这个国家的这个过得下去，对吧？对。所以这些家伙的确是太厉害了。所以这是沼泽地里的大鳄，而且这些人你还看不见。像这个比尔盖茨和这个巴菲特，他们都见不着的。这些这他不见了，他就是说他是在背后永远见不到。对，他控制美国就控制那。不是说你因为你有钱你就能见到他，是这样。对，这些人不见的。对他谁也不见，因为这个才神秘的。你要他如果一见的人就，一见了一个就见两个，见两个就20个，是吧？他根本你就不知道他这个组织啊，他这个组织，你看美国这些总统。每年都有一次答谢会的，他这个组织谁当总统几乎就可以说了算的。对，所以就说那个原先的时候是在那个美国的那有一个小红楼里面有一个牧师这种身份的，他当然是他一种宗教，那个人的身份高到什么程度啊，包括欧洲、日本，包括这些国家的元首来了，都得先见他，都去见他去。太狠了，他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啊，唐先生，这不得了的。全球的这些精英都在里面了。就那个这个罗马这个，就是天主教教王，好像也是非常，也是他这个也是有可能，他这个原先分两个会啊，一个会叫共济会，一个会叫光明会。那么这两个会呢，它实际上是有渊源的，但是这两个会呢，他们拜，有的是拜上帝的，有的是拜撒旦的，你知道吗？所以它本身有批邪恶的力量在里面。邪恶的力量，这批邪恶的力量，他们就拜撒旦嘛。据说是克林顿把这个撒旦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塑像弄回他老家去了。所以你说这个川普当总统，这背后如果说川普、拜登后面没有这些人支持，你连没有没有，你不可能当上总统的，对吧？他们就有划分权力的这种模。对，他就要看你当的好不好，然后试试看背后的力量不是老百姓，对不对？哎呀，美国是一个公司私有公司控制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一般来讲他也不去管你，就是谁当总统啊他也无所谓，他甚至那些大法官有可能都是他们背后 操纵的，你知道吧？关键问题是说你方向错了他就会管你了，一般不会管你。对，你这个东西要想动它的根子，你比如说像你想把这个美联储收归国有来发货币，对吧？那你就完了，这就不行了，那就搞你了，那就不能让你命的是属于，对，就不能让你实现这个千年的命了，对呀、啊。所以说有些总统一下子思想一下子想摆脱这个控制，对吧？所以呢，像占有历史的地位啊，所以这个野心太大了一点，你也不行了。其实川普想这个抽干沼泽嘛，你抽干沼泽以后，这么家伙吃什么？里面没水没浑水，他怎么生存、啊？所以这个川普肯定得罪了这些人。对，嗯，那是。
所以比较麻烦，这个。现在全部已经没希望了。也不能是完全是没希望，还有希望比较小了。昨天已经投票了，已经正式确定了。然后这个共和党已经哈。这次大选他那么剩下的就是说如何来断定这次大选就是作弊，这是如你不能再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何来判定。这个拜登他儿和他的确就是共产党的罪犯，这两件事情如果能做成的话呢，这个川普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你总不能把个罪犯放到白宫里去吧，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当然了，越是很艰难，但是本来就艰难，你这后面的实力太强大了，你怎么说句实话，唐先生？你表面上看到的东西都是表面的，后面都是钱，都是势力，对吧？对，这东西没办法的。那是你这些总统都是在台面上的人物，对，后面那些大佬们，所谓的人在台面上都是台面上的，关键问题是力量大的是后面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些，对，就叫势力嘛，势力你是看不见的，你只能感觉到。你想咱就举个国外这些民运人士吧，没有一个有势力的，谁有势力啊？就郭文贵。法轮功。郭文贵。李洪志。啊？法轮功李洪志，人家有1亿多信徒，这是势力，而且人家能挣钱，所以法轮功这次你看多活跃啊！而且你共产党你还真把他干不掉他，在这个国外。他不是有这些背后的组织势力在那里支持他的吗？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像这个再有一点势力的，除了法轮功以外，就是你想像这个郭文贵，对吧？横空出世，2017年，他背后是有一股势力，对吧？在支持他。你其他的像魏京生啊，像什么这些民运人士啊，那是没用的。既没有钱又没有胆，你说你反共你能反得了吗？那就叫小马，就叫马毅一样的，对吧？啊，对啊，你说句不客气讲，这共产党不想收拾你，想收拾你，这个手段多了去了，对吧？所以，哎呀，政治和经济真的是连在一起的。对啊，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在金融市场上，你不管在哪个市场上，你要想生存，你就得分战斗，你就得奋斗。对，你就是要有战斗的姿态，是吧？对。要有勇气，要有胆量啊。你还得。然后呢，也要有一点点势力啊，就是势力大小的问题，对吧？你碰到小的小势力，碰到大的大势力，对吧？你没有势力，对吧？啊，没有势力，你就小打小闹呗，对吧？你就到那吃饭了，每天就是上点班，打点工啊，赚点小钱。其实在这个市场上，真正做没有这么复杂的，对吧？这没这么复杂，考虑清楚了，就那么点事儿，对吧？对。啊，所以。怎么样，我们这时候是想个什么办法再聊点好有用的东西啊？聊点有用的东西，这个有用的东西很多，这个市场很大，有很多的人有上，这个华人都喜欢做股票，对吧？对。所以这个你这点没错，现在你看那个他们那个股坛也好，那些讲股票的人也好，他们那个点击率是很高的，十几万几十万的这个，你看那个叫那个就北京你那个师范大学的这个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李什么李长洛李永洛、那个老师他什么都没做过啊，他就会说他一讲股票吧，还有上百万人看的，跟你讲还有这种事情，
这些小孩们都不懂，我是就是讲真正的股市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残酷的，而且你要不懂生意，不懂价值，在这个市场当中就很难生存。还有一点，他告诉你，百姓呢，他不是告诉你怎么赚钱，他是告诉你不要去做，这个也对，你知道吧？这个95%的人将来都会，怎么说呢？啊，这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这股市比生意还惨，因为它一天之内可以让你倾家荡产。在这个做生意的话，有可能你3年都能赔光。有时你搞半天做生意，你要做很久啊，你还没等到做成，你就死掉了，也是。对啊。对吧？现在你知道做生意这种事的是不容易的，搞半天呢，开始要想好，然后要有钱。现在有想好有钱的时候，做了半天没钱了，对吧？做生意呢，你是一个长距离赛跑，你这个你就说，它也是一场战争。你在这个你在这个埃德蒙顿市，你成老大了，对吧？对，你这个生意你做到最好了。那么你面临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同样的相似的产业的多伦多的人，对吧？那么他要在埃德蒙顿来占市场，那你就是要就是一种竞争嘛，对吧？对，竞争。那么你要想生存下去，你就得上多伦多去占市场。那么你做了5年10年，那么你要想长期生存下去，有可能你得做30年。对吧？在这20-30年期间呢，有不一定什么样的原因，你比如说以科技的因素啊，什么样的因素啊，那你就倒下去了。所以就是做生意长距离赛跑，你能活几十年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吧？关键问题是怎么呢？其实我在想那个办法，就是说这样的话，因为就每个人呢，都要像在最低的这个风险下，要做 volume， 就是量大。那么要风险最低的地方去，就是我们讲的话，就是你这样，我跟你讲了，在股市呢，就是像跟那个赌场一样的，当你的波动大的时候，你的杠杆高的时候，对吧？你赌的时候，那就死的就快，你知道吗？然后你慢慢的，假如比方说你自己的钱，对吧？一个人去做，他肯定要着急的，对吧？然后呢，如果你慢慢假设你用10万块钱跟用100万块钱。跟1000万块钱1亿的钱，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你造资也不一样的，因为就是你这个钱资金越大的时候，你做的越慢，你越要稳嘛，对吧？哪能啊？资金大小和亏本是按比例来的。不是你1万块钱亏50%和10万块钱50%。但是你知道吧？你没有钱的人就是想多赚点嘛，对吧？你想比方说我有一千万。我赚个1%，就是10万，对不对？我你用10万块钱，你赚个100%，那谁容易一点呢？对不对？我用1000万块钱，我赚10万块钱，不是容易吗？对吧？很难。啊？哦，靠吗？一样的，如果它市场有市场的规律，如果你不懂，我举个例子吧，像中油基金。2007年就是最辉煌的时候，找了150亿的人民币，这个那么1年多就亏光了。不，因为这个归零的关键问题是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你有钱，那倒是，那你做错了，那不能闭着眼睛做，那也是一样的。关键问题不是说你有钱，而是说你这个东西的啊，不。关键问题是这个金融的事情，不是你做错，就是2000，不是他不是说哪个过错的问题。2007年到2008年是一个熊市嘛，他在熊市当中他就是消灭了嘛，对、啊、这个东西和大势来对抗，那你能抗得住吗？政府都抗不住，你能抗得住，对吧？那不是政府的，那抵抗肯定是不行的。跌无可跌的时候才能。你关键问题是说了，你这个政策是个比例的问题，就像那个外汇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外汇加元跟美元都可以50%的掉，看到没有？澳元也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澳元一块
后来变成五毛，现在又变成七毛五了。都是因为都是除了一些基本因素以外，都人说句实话，金融这个东西啊，人为的东西太多。你有钱，你就可以把这点打败嘛。你甚至可以把那个价格打到负数。你想想那天4月21日以后那天，那帮家伙不就把那个还变成负数他妈的，那个真是也吓死了，对吧？所以那些小买油，他说你买油跟你买他的油还要给他钱。你卖油给他还要给他钱。那有个小伙子不是在那个那电视上讲吗？他快打到零的时候，他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以后，到了当天晚上，把这十几年挣的钱全都赔进去了。他也没想到这玩意能有负数，所以快到零了，按他的这个那个时候跟你讲，那个时候呢，恐慌的人很多。这个油吧，他就说你买了以后。就像那个烫手山芋一样的，他说那个油没地方放，你放你家里，人家邻居反对。是啊，你关键是没地方放嘛，你在家里买了，你给人家钱呢，是吧？对吧？你还得给人家钱，就买了个 storage 呢。对啊，你不能扔到大海，对吧？是吧？对呀、啊。这个东西，哎，那人大海也不行，那罚款呐、啊。那肯定的。又污染环境了、啊，对吧？所以这个真是。那一天呢，看着真是你在美国吧，你经常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对吧？嗯。那天晚上一晚上我就看到，实际上就是那十几分钟的时间。对，我也是今天盯着那几分钟。十几分钟从那个正数哗就十几分钟就打到。但是你没看到了，后来从负数一下子十几分钟就又涨回了40块了。啊，那是以后慢慢涨上的。是吧？哪里呀、啊？一下子就涨上去了。一上没有，那天没到40块，哪能到40块？40块就是二三十吧。嗯。哇，就那个家伙，不，他当时是不是说正四十？他已经掉下去-30了，对那么啊？然后再换回来，大概是这个差价是40，这个样子的。哎呀，所以这个金融市场，金融，我是实在话吧，为什么说犹太人为金融？嗯，为什么说犹太人为金融啊？你明白意思吧？对呀、啊。犹太人为金融，是因为犹太人背后那只手就是发行货币的。嗯，你知道吧？那他怎么有机会跟他们搞到一起去了？罗斯柴尔德本身就是。就是犹太人，他们家自家人是吧？啊，对啊，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出身的。他们是一家人。现在的以色列那块土地是罗斯柴尔德买下来送给以色列的。嗯，你知道吧？他有多少钱？你知道有多少钱？他就买一块送给他，对吧？啊，买下来送给以色列的，因为他犹太人。嗯，所以。像这些人就控制整个世界经济的人，对呀、啊，太狠。所以以色列很厉害啊，他们一点点大就在那个地方，谁也不敢动他，对啊，他后面有这些鳄鱼在这里放着了，对吧？对呀、啊。啊，所以做股票，哎呀，做了这么多年，我们想个办法，然后搞。搞一点啊，拿到这个哪个平台上去发表，对吧？其实有很多事情可做啊，一个是谈话，再一个就是讲讲座，你就是讲一本书。对啊，你要如果说你特别是你那个人物，对，对吧？然后讲一个本书，讲一个人物，甚至。有一次这个谈话节目，还甚至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呢，人们对你讲，比方说你去讲那个什么，你那个板块轮动理论，那都是策略之一。这个比较好办一点，因为怎么呢？现在这些人呢，你讲什么大人物啊，我就是怎么弄啊？现在大家都性质要赚钱，对吧？你就是赚什么赚钱？讲比方说啊，你讲了板块轮动，我呢就来点这个 ETF 这种。然后呢，板块轮动它就能动起来吗？对，我们可以，因为 ETF 里面都有板块轮动的嘛。有板块轮动。每一个板块都现在
美国的指数是这样的，每一个板块都有 ETF。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你要不是板块 ETF 呢，你也可以做 mutual fund 之类的东西。你是说这位对大多数人来讲呢，你要他做买 mutual fund 还好一点，慢慢的来，对吧？一天买了一次，我就一个礼拜买一次，他说还可以，对吧？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他啊，对吧？这个市场当中啊，你做 mutual fund 长期生存的现实也不是太大。因为什么呢？现在我跟你讲啊，做 mutual fund 强制生存 是最大的一个概念。因为怎么呢？现在都做 mutual fund 的多，银行里面都在 mutual fund， 保险公司也在做 mutual fund， 这些对冲基金也在做，也是做这个玩意儿了。现在我跟你讲，就像你讲的话，这金融市场太险恶了，所以现在谁都怕了，你们啊，是不是？当然你讲啊，现在问题是在于说，你做 mutual fund 是活着的问题呢，还是想多赚点钱的问题，对吧？就是现在人们往往是这样的，他就目标不明确。就是你一年要赚个10%呢，还是20%、30%、40%、50%，还是，对吧？还是说每年都能赚一点，对吧？还是说，哎呀，今年我现在有5万块钱、10万块钱，能不能够一年赚个50%，我就是翻一倍，你知道吧？现在我跟你说那是不现实的。对呀、啊，那些东西，你知道现在的利率都是零了，对吧？对呀、啊。你在第二个就是加拿大的这些基金，能够超过6%的就现在呢不多的就是。现在大多数人投资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假如比方说 Robert 哈，你当然首先要人家相信你，对吧？啊，有这个本钱，有那个实力，有那个水平。就是你就是说你就做10%，那来的人都不得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什么马道夫是12%，人家挤都挤不进去，对吧？因为这个社会不缺钱。现在这样，现在问题是在于怎么呢？现在问题是怎么呢？这个现在说所有的投资人里面都没有一个，没有哪个投资人有个明确的目标，对吧？假比方说我们就，你就是做，我专门做10%，就这个目标没有，我贴做多了呢，我们就拉了，呵呵，对吧？就这么多啊，你也可以说1年20%，对吧？这个东西说好了就这样事情，对不对？因为怎么呢？多少吧，其实往往是怎么呢？当然了，你说我说对吧，30%、40%，主要是要吸引投资客户来。你这关键问题是你要有一定资金，要有一定的量，对吧？当然你也要有那个水平了，不能说空喊了，对不对？你空喊肯定是假的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也是这样的。你做生意吧，你开始要广告，对不对？你首先要吸引人，然后呢，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对吧？有一定实力，对吧？然后呢，你要有一定的这个，对吧？这个业绩，就像我这样的一块的，很多人就是想，这老张这么有名，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以为我是赚不了钱的，对吧？骗人的，你懂吗？然后呢，政府这样一搞的话呢，这个真是一搞，那个是狠狠地打了一架吧。其实呢，我跟你讲，我在1995年、1996年的时候，对吧？那你知道吧，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时候很好，因为我从1993年开始做，那一年就是赚，我自己做的，开始是自己做，对吧？我做一年大概是，我买哪一个都是涨了30%以上，但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懵打懵冲，都是做的这个互惠基金，对吧？后来因为怎么呢，就是说好，银行里面我买 mutual fund 不让我买了，当时呢也没有 ETF 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啊，是不是？在银行里面去说，他说你进去你就要3个月才能出来，不然的话呢，就是2%的这个每次交易就是2%的这个费用，每次交易2%的费用啊，你明白没有？啊，但是呢，他还说，你就是拿2%的费用，他也不鼓励你，他只是一个惩罚的意思，你明白没有？啊，他就是要你不用去做，就是 discourage， 就是让你就不让去做。所以后来呢，我就做了这个股票了。
直到最近那个就是十多年前嘛，就是零几年以后，这 ETF 就是层出不穷，对吧？啊，但后来一说 ETF 本来是可以老老实实的做的，对吧？就是说你不要说那个一年赚个10%-20%，不管是多少30%也行了，总是赚不赔就行，对吧？啊，但是后来我就突然一下子想啊，我就想这要搞大一点的话，因为你说做个10万块钱也是做，做100万块钱也是做，做1000万块钱一个亿也是一样的做，特别是现在这种，对吧 ？ETF 的量很大，怎么样？不管多少钱都，对吧？都赖得够，不然的话自己去搞个 ETF 也没问题，对吧？啊，是不是？因为 ETF 就很简单嘛，就是那个就你把那个把那些股票买的来，对吧？自己去挑，那我们选股票肯定还可以的嘛，啊，是不是？你就买一个，就是说我们买一个，就让他们能够 trade 的，你随时想进来就进来，想出去就出去，就像上市公司一样，你就是上市的，对吧？不要找你，反正有什么数字，我们两个这个，这个如果我的水平高，对吧？这个指数就拼命往上涨，水平低了它就往下掉，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对吧？就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所以呢，我就是想呢，如果我们就是我的用的字多，对吧？我就专门做了 ETF， 这样可以慢，就是越资金越多，我就越做慢一点，对吧？一天就早晚一次的规定，早上是什么时候做，晚上什么时候做，对吧？那就行了，对不对？后来就是如果那个呢，我们自己买个股票，就是买一个东西，每天就算账，让他们业绩好吧，他们就进来了；业绩不好嘛，他就走了，对吧？啊，就是一个自由进去的一个东西，就像来买股票一样，所以我们也比较好办。我跟你讲，就像你那天讲的话，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请了一个基金在市场上 trade， 就像 ETF 一样的，就是打我的牌子，对吧？我就打我的牌子，我就打你的牌子，我就打任何一个人的牌子，你知道吧？就拿一个品牌，是不是？然后就这么，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们搞一个。搞公司以后搞一个叫板块轮动的 ETF， 搞一个 ETF fund ETF， 那么还有一个搞一个呢，就是说啊，就是老唐选股，就比方说我就是老李选股，这个都没问题的。我跟你讲，这种都是我比较厉害，我就吹起来，你就每天都有故事嘛，对吧？你老半天人就看到了。啊，股票没别的东西，就是要有新闻。我跟你讲，没新闻没人去管你的，对吧？你每天新闻不管是多还是小，总是要有一点，哈哈，你懂吗？啊，是不是？你说这个领导今天干这个事情去了，明天那个事情他要去搞什么 deal 了，对吧？后来我们又这个领导又有一个新想法了，就像那个 Tesla 一样的，他每天Elon Musk 就每天。经常在那个电视里面采访，对吧？经常来种这个 talk show， 对吧？啊，明白没有？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话才钱才来的，明白没有？你没有新闻放在那里拼命苦，就是股票啊，就是特别是金融这个政策，它不是苦干加实干的干出来的啊。股票吧，它就是个概念，它就是个泡泡，你懂吗？要人家相信你，信任你。给你来钱就来了，对吧？如果人家你就没有斗志了，没有信心了，没有概念了，那你就回家卖红薯去了，没什么就没生意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金融它是一个概念，钱本身就是个概念，就是人家信你就有，没信你就没有，是不是？啊，你能挣钱他就信你，你不能挣钱他就不信。不是，你把那个钱弄到里面去，假如说你有钱，对吧？你有足够的钱，你总是有机会，并且每次机会你都有钱，你的成功概率就大型了，对吧？是不是啊？你就是假如说就那一点钱回家就没了，就那是。不是这样的，唐先生，这个做金融的第一原则是不赔钱。想方设法如何不赔钱，这是第一原则。那是那第二原则，这就是巴菲特的第二原则。巴菲特的这两句话是永远记住的。
Number one， 那为什么你？这个 Bob， 我们都是老革命老手了，谁不知道？不是，那巴菲特也不是说，我们的巴菲特也不是不亏钱啊。你看那半天，2008年的时候，巴菲特啊，我明白。他没50%掉吗？这次我跟你讲，这次如果不是因为联邦那个发了个灌水，不是这剩下流动资金，巴菲特不是掉到哪去了？这个讲嘛，我跟你讲啊，你说你是投资，你说不亏钱。唐先生，你知道现在巴菲特有1400多亿美元的现金，你没搞明白？对啊。2009年的时候，他只有400亿现金。现在他经过这10年有1400多亿的现金，外加上苹果的大股东 ，Costco 的大股东，嗯，这些所有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嗯，你明白吧？他巴菲特他是一种财富管理或者资金管理的高手当中的高手，这10年来成了这些大企业的大股东。外加上剩下了1400多亿美元的现金，对，再有一次金融危机，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怎么呢？就是你管钱的时候，你首先要有，就是说有多少的现金在手上，对吧？因为你不能说全部投进去了就没机会了，所以你看看巴菲特就是在最关键时候，人家都没有钱的时候，就他一个人有钱，对吧？啊？他关键是熊市的时候他有钱吗？对呀、啊，一般熊市的人都没钱了。这就是百分之九十啊，对吧？这是资金管理啊。那你就管理水平，你就规定一下20%-30%的钱永远是现金嘛，就行了嘛。他不是这样算的，唐总，你知道你在底部的时候，他是这样把钱我们这个一鸟在手，有的时候手里是鸟，有的时候手里是现金，对吧？那么什么时候手里是鸟，什么时候手里是现金，这个就是说在熊市底部的时候要把钱换成股票，在熊市顶部的时候要把股票换成钱，实际上来讲呢就这么点破事，只不过他有足够的这种耐心能够等个几年，对吧？原先几年这种波动，对吧？对，这个有的。现在我首先讲，现在巴菲特最痛苦的，已经90岁了，他也不可能再玩一轮大的事情。对，这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就是说他反正是退休的这个阶段了嘛，就是回去是半退休的阶段，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吧，他经历了30-40年，他总是知道这个市场总是会有熊市的嘛。30-40年，他在60-70年有了。对啊，是他已经玩了。几十年了，至少60-70年了。从小就玩，10几岁到现在为止90岁了，你看他玩了多少年？玩了80年了，对吧？对啊。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就是搞半天玩了8天，他就觉得他已经牛逼了，啊，他说巴菲特已经不行了啊。对呀、啊。啊，是这样。巴菲特90岁，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了、啊，在哪里？19岁、20岁才是牛逼的，现在就是高科技时代，对吧？是年轻人的天下，明白没有啊？什么叫年轻人的天下？他们这个在股市上永远不缺这种吹牛的牛人，你知道吧？死去的牛人，是这个牛人已经排成山了。这个股市的牛人像做企业的牛人一样，他的寿命，他死去的这些人也是排堆成一堆了。能活下来的人，你有多少人呢？那就是，所以呢，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讲大浪淘沙是一个很大的事。在股市当中，绝大部分企业会死去。对，在这个牛人当中，绝大部分牛人也会死去。对，我这里有一本叫《民间股神》，他不是还写了6-7卷了，像当年。现在你看看这些牛人都上哪去了？都没地方，没找不着人了。找不着人，对吧？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他已经发展起来了。对，但是牛人这个东西，因为生存下来就不容易，对吧？对，这个做交易的人，再说交易的人，我是就是讲我不太很喜欢劝大家做交易，太伤身体了。我这做了16年，我太心里太知道了，这个东西太伤身体，这个东西不
不是什么。那是这个你做小的或者做短的交易，这个是浪费时间，又是精力，也是很难的，对吧？年轻人他没钱，他就去做，这个确实是他们的这个优势，对吧？啊，因为他钱也不多啊。你现在每个你看那些 brokerage firm 那些平台，那个大多数的资金都是几千块的，就是平均的户。平均的账户的大小是5000块左右。交易这个东西呢，就是买点卖，卖点卖。但是呢，你买点卖，卖点卖呢，你也不能保证你买的是垃圾。哪一天这个垃圾等跌到零的时候，你就破产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百分之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吧？这个因为你这十年你能保证你买不到垃圾？对吧？你这还不就十年？你不是、就是、一年你就十个月就过不去，对吧？对啊，你十个月还过不去，还过了十年。所以这个做交易这个东西呢，做投资呢也是有做投资就做投资呢，你也要有眼光，对吧？就是你要有，当然了，你要说如果做投资吧，就我以前的时候跟你说，做投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买5个股票。对吧？当然不会说每个股票都不灵了。当然，我当时给他们建议的5个股票呢，到现在为止好像平均回报也在30%以上到50%。其中一个是苹果，对吧？其中的一个是苹果，一个呢是就我也讲过那个叫百度，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以前不知道有阿里巴巴嘛，这个没有嘛。阿里巴巴上来很晚了，是不是？我大概选了5个股票，这五个股票都应该都翻了10倍以上，就是这十多年吧。就是你选5个，那就成了就成了，不成了也不会到哪里去。你选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当然你也可能会看错，对吧？看错了，但是不是说5个股票都错了，呵呵，可能有一个这个出问题了。那是一个组合管理的问题。但是呢，你要多了又不行了，你的组合管理有些人就是10个、20个，有些那个基金买到40-50个，对吧？这个做这个做金融，归根到最后还是看你的对企业的理解的这种功夫。对对，所以因为你买的就是一个企业，对吧？对，你买的不是一张纸。对，那么这个企业，不，你这个都是买的是一张纸，没错，这个纸的背后是一个企业。如果这个企业破产，这个纸就是零，对吧？你要如果、这个、对啊，你要新入到这个企业里面去啊，那你就是要用心啊，对吧？你不能是随便就对不对？你关键问题是一般的人他怎么样抓住这个企业啊？有几个人能够看懂企业？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和企业比企业算命一样？你得看到他10年以后的企业，这样你才能够生存下去。你买5年就买看5年，买10年就看10年的嘛。因为他，你说句不客气讲，你想当年这一个汽车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有2000家做汽车的，后来美国就只剩下3家，对吧？那么2000年以前你投资的3家，那么你是最伟大的投资。但是如果说2009年你投资的3家，那你就是说句不客气讲，你就赔的，明白吧？你就赔到底了。因为这个企业又没有政府接管的话，它就已经破产，是吧？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股票的这个公司的成长和股票的成长，这种像鲜花一样，它有成长的过程，也有衰败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它难就难在大部分企业都会死去，就像你讲的话，就是说一个企业它都有寿命的，对吧？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领导阶层的这个思想思维方式做事情的办法，对吧？它是有寿命限制的，对吧？
所以呢，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这讲的没错，这个任何一个企业它。沃尔玛现在面临着亚马逊的挑战，对吧？怎么？沃尔玛现在，我说，沃尔玛、Costco 像这些传统的商业模式，面临的是，亚马逊，对吧？亚马逊，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亚马逊呢要搞沃尔玛的，或者这些。啊，这些超市，一个亚马逊现在的市值相当于后面那一大堆的市值的总和，还有对对对，那是你就知道他们有资金优势在里面，你还有技术优势。当年的沃尔玛，沃尔玛这个老头杀出一条血路的希尔斯啊，像什么现在破产的这些这些连锁店啊，太多了。想当年他就从这里面杀出来的，杀出来以后那些店就基本不大行了。现在又出现了Amazon 现在沃尔玛跟Amazon两个是死对头吧，应该是。他这个东西他没办法，你说就。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沃尔玛现在也是豁出去了，要跟亚马逊，对吧？去斗了。是的斗。他现在是没办法了，他现在也搞那个电子，也搞那个什么，对吧？这个电生存箱了，然后的 delivery 了，对吧？哎，将来还会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对。未来哪些企业能生存下来？未来哪些？你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就像你讲的话，就像打仗一样的话，总是有死有活的嘛，对吧？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一种战争状态的，就是司法是战争，金融是战争，做生意也是打仗，对吧？啊，大家都是在这里，大家都在这里求生存嘛，你们。这个企业家呢，他是做全世界最好的东西。这个做最好的东西全世界共享，对吧？那么你能不能做出最好的东西来？当然了，有的行业它就是个赢家。昨天，对吧？那天英国人讲了嘛，就讲了一句话，你可能是做最好的东西，但是没人知道。有个呢，他也是最全世界都知道的，像亚马逊这种呢，他不一定是最好的，对吧？他这种商业模式的，这是，但是金融人才呢，那么和这个企业人才的他的差别，就在于金融人才你也得有眼光，你也得能看到十年以后的东西。你可以没有一个强大的队伍，但是你的眼光必须是敏锐的，你站的这个高度至少不比企业家差。这样的话你可以，那是你肯定要看得懂企业家做什么东西，对吧？就是说光这一条就很难，你知道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懂企业。对啊，太简单了。所以在这里光在那交易交长远能不能生存，这是最大的问题。对，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一个呢，就是像做生意一样，你要懂生意；第二呢，你要懂金融；第三呢，你要懂人，对吧？你要懂这个未来，这个你要知道，把这个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懂起来的，就很难了，对吧？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比如说未来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样子，对吧？那么未来哪些地方有可能出这些伟大的企业，对吧？对，那么这个你这些东西，那现在的科技大趋势是什么，对吧？这个像这些东西呢，你要是能完全思考清楚，也并不那么容易的。有些东西呢，假如说你接触不到，假如说像这个这么多年来，就像昨天那个特斯拉一样的这个东西，我看到他那个电动车，我都没什么兴趣的嘛。谁知道一看，这个家伙太厉害了，对吧？这个太牛逼了，是吧？因为那个人呢，就是那个伊隆·马斯克啊，他从小就有想法。他不是一辆车，对，这是改变了整个的这种这个生态体系供应链东西。嗯，他马斯克
这个自动驾驶汽车一旦形成，那么整个供应链就变了。原先的时候是需要司机开着车来回的东西，现在有这个东西不需要人了，这整个供应链完全改变了。对，第二个，那么马斯克这个车如果稍微大一点，他不如果不需要人来操作的话，这本身就是个办公室，叫 mowing office， 对吧 ？mowing office 是吧？是吧？那么第三个，如果说像现在加拿大这些现在的这些车房一样，如果全自动以后，它又是个 mowing home， 对吧？啊，对，这些东西它颠覆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为什么说金融这个华尔街那帮人还能给他投钱不挣钱？他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对呀，哎，你说他这个好像是你说他那个车子回去，这个东西就像那个 move office move home， 对吧？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好像是到哪里去你都可以办公，你可以办公嘛，到哪里去里面有电脑，有什么都可以办公的，是吧？说不定还可以到还到天上去办公。可以啊，对啊，无人机可以啊，无人机在天上办公没有关系的。你看连马斯克想的多周全吧，连这个太阳能都想到了。对，你这个无人机在天上有太阳能，你就可以永远在上面转了，你就不用下地了，对吧？对，你说这个 mowing office， 你就可以到，甚至连想着想把你弄到火星上去，这哥们真他妈的简直！不，他这个事情太大了，对吧？就是说，你只要有钱，想得到的事情，能做的事情，可能的事情，他都可能实现。那些做到极致。那你说昨天我那个朋友，他说，这个 Tesla 能不能买啊？你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放里面去，你买个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钱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啊，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去磨了，这个哎呀，对这些具体的建议就是什么没多大。现在呢，啊，你知道能看懂能这个盈利模式。能看懂盈利模式的这种这个你大家都在那里看这个股票，但是这个股票这个公司是如何赚钱的。对，我跟你讲，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其实呢，你是那个像亚马逊，不叫亚马逊一样的，他在很长时间里面都没有盈利，也谁也不知道他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样，对不对？20年啊，我跟你讲，对吧？对，他后来才告诉你这个东西啊，这个市场都是我的了，才把别人都打到了。他说这样，我这个模式就来了，对不对？一开始谁知道啊？你那个每天都在亏本，还盈利模式呢，对吧？他说我们就是砸钱的啊。未来的盈利模式啊，你不知道他做的，我们传统的这种。他有些呢，我跟你讲啊，其实呢，有些东西呢，他占领了市场以后，他想怎么赚就怎么赚，对不对？啊？赢家通吃，你看那个，对啊，你像那个苹果啊、亚马逊啊、谷歌这些大公司，他想怎么赚，你还收费，你还不同意啊？你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但是呢，你知道他在做大做强之前，也谁也不知道他，对吧？怎么盈利的，对不对？像做电子商务的这些公司，全世界我估计像中国。留下了阿里巴巴，对吧？这是 B2B 的。然后呢，想当年做这种公司，全国至少有几千家，最后就是阿里巴巴剩下的，其他的都是成本，其他那些公司都是成本，就这么一家。意思呢，我跟你讲啊，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要做大，就是首先要有后台，就是要有扎钱的。你没钱扎不了，你没寿命。就是你刚才讲的一句话很重要的，任何公司是有寿命的。当然了，寿命是在于你的钱，对吧？就是你没钱，你的寿命就早就没了。假如亚马逊的话，人家不是后面给他钱的话，他靠自己，他早就没有命了。不是这，其实你这是两方面的。人为什么给你钱？原因很简单，对呀，人家看好你啊。这个东西就像创投一样，你没有一个，你马云懂计算机吗？不懂，是吧？但是马云做出了阿里巴巴，马云这个人是一个企业家，是一个领导者，对吧？
这些东西你这个你其他人不具备的，连十八个人就是这个没有钱也跟着你干，这就叫领导者。什么叫领导者？没有钱的时候我也跟着你干，这才叫领导者了，对吧？所以哎呀，这是一种信仰，而且他们相信他能做得出来，这种这就是企业家了。实际上一个企业当中最重要的最值钱的是企业家，就是那一个一个手，这倒是了，这正是看人来的嘛，对吧？那是关键问题，是你要看就是领导领袖嘛，对吧？一个国家也是的，对吧？你看这个川普演讲那种感染力啊，忽悠能力啊，这种领导力，对吧？他的的确确是。川普如果说这次美国大选是公平的，你就说真正的票没有。其实呢，作不作弊都不重要，关键问题是怎么呢？是那个病毒把他害死了，对吧？因为他第一他不管病毒，第二呢，这个邮寄的票呢都寄给那个 Joe Biden 的，你知道吗？他这一点呢，可能是如果没有这个病毒呢，他可能也问题不大，明白没有？所以呢，跟那个 fraud 这个证实呢，你这个是属于就是说找错对象了。因为你想想啊，再怎么样，你说 Joe Biden 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对吧？搞了个 fraud 呢？关键问题是怎么呢？就是说。川普在这个就是在这个病毒这一点上不得民心，你知道吧？啊，因为怎么呢？他没有说这个病毒是一码事情，他老是说除了去中国以外没有别的事情，你知道吧？这老百姓又不要戴口罩，又不要隔离，又不要什么东西，他就叫病毒就像那个什么啊，感冒，然后最后搞半天人越来越多，这个网上天天报道，越报越多。对不对？然后你看看 Joe Biden 他对这个病毒就，对吧？他至少是跟川普两个形成一个反差，你明白没有？啊，就是你要投我，这个病毒要不要管，对吧？但川普呢，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在病毒这么糟糕的情况下，他还有那么多选票，确实也是个奇迹，对吧？因为你想想，所以呢，其实我刚刚讲，他这次选举呢，成败。不是这个 fraud，OK，、okay? 跟 fraud 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他是找错了原因，明白没有？因为川普如果不是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病毒吧？如果没这个病毒呢，没倒霉，他也没事，明白吗？他也赢了，是不是？他连任嘛，应该是没问题的。谁知道偏偏就搞了个病毒？所以他就把这个病毒对吧就找到别人身上去。其实这个病毒什么时候发生发展的，对吧？只不过是中国先发现，是不是？在哪地方发现的，发现都是什么意大利啊，什么美国最早出现这个病毒了。这些东西就不好说了。对，不管怎么样，就是川普这个问题，这次最大的影响是病毒，不是，对吧？不是作弊。不是舞弊的，你说舞弊能在美国这么公开光叫什么？这个光天化日之下能舞弊？你开玩笑呢这事情？哎呀，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说句不客气讲，这个不到最后这些我们就你想想的嘛，就像你讲的话，就是就像那个美国那个叫你刚才那个两什么共济会、光明会什么这些玩意。在后头谁也不知道而已，但是你说这个舞弊这种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种事的嘛，啊，是不是？其实川普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病毒了，没别的了，跟你讲。但是呢，他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啊，那么多人投他的票，最后还，对吧？现在美国每个州都有疫苗了啊，美国现在每个州都有疫苗了。疫苗已经在九个月之内把疫苗。哎，你说这个疫苗啊，都是那个叫辉瑞造出来的，是吧？还好几家公司呢，它不光辉瑞啊。但是它的股票并没有涨很多啊。
那到底这是叫暴力性，但是他能挣钱就行了，对吧？他能够暴力的，不是他能，他有多少，他有多少人就会买多少，对不对？他就是靠那个机器能生产的赢，他可以，他还可以搞价格战呢、啊。唐先生，这些大制药公司都是后面的大老板，都是那几个那十几个人。对, 对，这些大的媒体都是也是那十几个人。对对对，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有几百，他二战以后有70年，他有的是他的钱呢是自己印的。嗯，他这几十年把这东西全都买到自己手里去了。对。唐先生，我跟你说，全世界的这些大制药公司和这些大的媒体公司都在他手里控制着了。这个人，你这个人都是媒体的一种产物，媒体说什么大部分人大概就是顺着媒体走。对，就像他就是你这老婆都洗好了的，就像洗脑一样。那么中国呢，不是洗脑一样，现在这个社会什么时候都是有人在帮你洗脑。这个人是一种环境的产物，这个环境主要在新闻和媒体。对，你举个例子，你周围大部分人是基督徒，你就有可能是个基督徒；大部分人是伊斯兰教徒，你就有可能是个伊斯兰教徒。是环境，他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对吧？你法轮功，他就找法轮功，对吧？对。所以，哎呀，这些东西，这次。我这次金融都是小事了，这个说句实在话，金融是很小的事了。金融是小事也是大事。哎呀，这他们要的这些人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未来数字货币的发行权。现在是大家都在想这个。那当然，那是核心呢。你知道扎克伯格这个 Facebook 为什么支持拜登吧？嗯，这就拜登上台以后，有可能给扎克伯格一个数字货币的这个发行的东西。扎克伯格这要能发行数字货币，你知道这有多大的力量？对呀、啊，他有20亿人呢。对呀、啊，这个东西要命，要都买他的是吧？那可不得了，这个太，因为货币就是一种交换的工具嘛，储藏手段。那么这些东西，纸和这个数字，将来这个纸就用不着了，都在手机里了嘛，对吧？这些东西。对。那么这些数字货币，那他有20亿人用它来进行交换，你想想他这个力量有多大吧？这不得了的，真的是。阿里巴巴有10亿人嘛，就。对啊，所以。这个共产党和这些人有矛盾，他是共产党首先发行了数字货币的，知道吧？对，这些数字货币将来会，美元这个东西是纸啊，它要流通，用那个数字货币很方便的，是吧？对，所以哎呀，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我们先聊到这里，好吧？聊的就太多了，再来啊。哦，好，好，先这样啊。